那么昨天涨300多点，今天台北股市又跌了300多点。那么今天其实台北股市最大特色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如果说你有仔细观察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呢，台湾期货交易所大概在1:53的时候就公布外资的动态哦。那么今天呢，外资在期货的夜随部分一口气哦，我讲坦白很少见哦，一口气卖了将近有7000多口。那基本上呢，接下来这个行情到底该怎么看呢？我先讲一件事情哦，昨天台北股市它是一根扎扎实的长红 K 棒，今天呢直接跳水。那跳水我讲坦白没有什么好意外的，那只是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地方，正常而言，今天开低它应该会往上做走高的夜随动作，就像呢。我还是重申一件事情哦，很多人一直问我说：“小石，我为什么我要拥有主力心态？我又没在做指数期货。”那我只要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：今天有很多的夜随股票，我举例哦，不管包括威盛，好，不要威盛没什么了不起。来，我们讲8261富鼎，今天早上开盘之后，它是快速往上急拉。为什么往上急拉呢？因为很简单，我们都知道呢，鸿海推出的一个所谓电动车，现在可以开始预购了。那我请问各位，8261的富鼎，它是不是鸿海家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功率元件？的相关公司，就有很多投资朋友看到富鼎这个极大一追，就尾盘收最低，甚至包括汽车概念股的6679蝴蝶，甚至包括8255的鹏程，今天早上极大的时候，我讲坦白的，你们在兴奋的时候，我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恐惧。为什么非常非常恐惧？来直接看结论哦。基本上呢，今天早上呢，非凡新闻台的夜随盘中连线，我有没有很清楚跟大家预告？我说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的空，好，标准的空，这是为什么我一再跟大家强调，你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？因为主力做手95%的时间，它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，而且呢，我有很多的夜随会员，我讲坦白是一个标准的死多头。那死多头的夜随过程当中，为什么他有办法去保留他的夜随战果？很简单嘛，我之前一再跟大家报告的，如果说你是住在北部，你不用去管什么台风天啦，主力心太空，记得赶快带你的老小了、妻小了，不管去吃饭、去洗温泉、去培养感情都好。我问问大家了，主力心太空，你今天去做多任何一档股票，你有办法赚到钱吗？可是我今天有你做我的股票可以啦，不管包括1605的华兴，还有台风概念股的1513的中兴电，哦，甚至我之前所盖牌的那个阳的概念股，今天收在一个水最高高点开。低走高收最高，那是少数特例。可是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准的空。我只要请问各位，你会去做中兴电吗？你会去做1605华兴吗？神经病，谁要做当股票啊？要拼就拼刺激的嘛，要拼就拼富鼎嘛，要拼就拼蝴蝶嘛，要拼就拼威盛嘛。好啊，当中拼完之后呢，拼完之后呢，今天输多少钱？有没有输10万？有没有输5万？所以说，你看哦。你不要说太慢跟你讲了，9:55的时候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的空，结果呢，当时台指期的部分还在14734，啊，就最低低点有没有杀到675？有没有杀到675？啊，你能等撑到675吗？撑到675再涨回734吗？拍神，你根本受不了了。所以说，这再一次证明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哦。我一再跟大家强调，我说主力做手操作，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，包括周线、月线观念，包括一个多空主力心态。为什么要拥有主力心态？我还是老话一句，主力做手，他这一次他错了，因为他昨天主力心态他是多嘛，到收盘昨天主力心态都是多，那今天跳水，主力现在马上由多转空。可是问题也不能说他错了，我等下得给大家看证据。其实他在昨天晚上的 PM 盘，他就在放空的。好，那问题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？我讲坦白的，从之前的裴洛西要来台湾之前的大跌，主力是先放空。裴洛西降落台湾的那一刹那，他开始做多。我这样讲没错吧？你麻烦你调一下之前的夜随重播带，因为主力做手他永远都比你早知道。但裴洛西那一段我就不用讲了，我们就讲这个礼拜。来，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我很清楚跟你预告，上礼拜五，当时台指期货在15270点，我也就跟你预告，我说主力心态它是一个标准空，就是因为主力心态空，我请问。各位，礼拜一台北股市有没有大跳水？礼拜一台北股市跌了386点的时候，台指期货在14850的时候，我很清楚跟你预告，我说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的多。结果我告诉你，我做多。结果礼拜二的时候，我一样跟你预告，主力心态还是个标准的多。当时在14860哦，我是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它是多，啊，就这样子有没有很轻松，让我会员就可以赚了100点？接下来礼拜二的时候跟大家预告收盘大于关价，收盘大于 AC， 所以说呢，从 AM 盘延伸到 PM 盘，我们都赚钱。结果精彩来了，来到礼拜三的时候，
礼拜三为什么他台北股市又出现往下跳水？因为很简单啊，因为美国股市大跌。可是问题呢，就主力做手角度，我讲坦白的，我以前我所认识的主力做手，没有人在做 PM 盘的啦，神经病啦，晚上要好好的过日子，晚上要去酒店，要去喝酒，要去把妹。晚上去找牛郎，我哪有时间去在我做什么 PM 盘呢、啊？可是现在主力做手发现有太多太多什么小白兔，有太多小白兔晚上不睡觉，不然就是干嘛？不然就干嘛？下了班之后来赌一把。哎，你们要赌？哎，你们既然要送钱给他，他当然就要赚啦、啊。那我请问各位，昨天台北股市为什么先跳水？因为很简单啦、啊，在晚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做多，可是你看一下主力心态哦，主力心态全部都是标准空，等于说礼拜二的PM 盘主力全力在放空，结果礼拜三一开盘的时候，心态从绿色变红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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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然从绿色变成了叶髓红色，是不是代表主力在做多？等于说主力心态空，它是绿色的；主力心态多，它是红色。这样你们很简单，老师，主力做手会不会变来变去？我知道了，大家都有恐慌症，都有恐惧症，因为过去你们所参加的叶髓投顾老师，20分钟前做多。30分钟之后放空，1个小时之后做多，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老师到底是看多还是看空。而就我的业者角度，你看我节目看这么样久，你看主力现在看这么样久，主力做手95%的时间在变哦。主力做手95%的时间，它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业者方向。既然是个主力做手95%的时间，就只有一个简单方向，来这样先捞200点，200点捞完之后，这边再买，这样又赚了176点，有没有非常清楚？有没有？非常明白，而且都在非凡的新闻台给大家做一个所谓完整的业绩报告，没错吧？好，那就今天呢？今天早上看清楚哦，等于说呢，昨天的业绩 PM 盘有没有震荡很大？有没有震荡很大？可在震荡很大的业绩过程当中，麻烦你对下来看哦，红色代表主力在做多，今天几月？9月1号嘛，红色代表主力做多，绿色代表主力在放空。结果呢，震荡很大，震荡很大。我请问大家，是红色还是绿色？是红色还是绿色？它是一个标准的绿色。那么今天开盘往下急杀，然后之后弹起来，我要上非凡新闻台连线之前的话，我还照给你们看。哎，拉起来的时候我们再杀，拉起来之后有没有再杀下去？拉起来之后我们再破底，拉起来之后我们再破底，因为很简单，主力心态，我说指数突如其来拉起来，可是目前主力心态还是个标准的空。你可以跟我一样，我们可以选择不要做。我讲不要说，老板可能要干掉了啊！你就带人去赌一把啊！拍谁啦？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业绩做法，好，我等一下再讲原因跟理由。那当然呢，如果无时无刻你都想要知道主力做什么方向，你可以自己做吧。你看62个礼拜，当然我很多会员嘲笑我说小师啊，我照你的主力心态，我62个礼拜不是35阶点哦，我62个礼拜我已经赚了快1000万了。已经赚快1000万了，所以说我给大家一个良心的建议，尤其现在很多人说谢老师啊，我之前参加很多投顾老师输光光了啊，你们就是我问你啊，你为什么要去参加某某特定老师？因为很简单，那个老师最大的特色就是每天都告诉你赚钱嘛，反正每天什么股票涨，他手中一定会有那样的股票，反正每天指数期货都买最低卖最高。可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如果每一个投顾老师真的这么样的准，为什么没有一个投顾老师能做到事前的业绩预告？什么叫事前预告？不管包括2330，不管包括2330的月线绿灯，不管包括2603的长荣，我老早在8月14号叫礼拜天哦，应该不能讲礼拜天，8月10号是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？我在8月12号录影的时候，我就跟你预告，我说长荣、阳明、万海、GG挂掉，完蛋了。如果你有把我的话听进去。如果你有把我的话给听进去，你今天会要问我说要参加长荣减资吗？很多东西吼，尽在不言中啊，去找一个预测的老师啦。什么叫预测？再看一遍，再看一遍。什么叫预测？什么叫预测？这够清楚了吧？这够清楚了吧？这有没有很清楚？这有没有很清楚？有没有非常非常清楚？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叶髓明白？有吧？所以说呢。我建议大家啦，如果说你是那种积极的操作者，而且呢，我们公司佛心来了，我们现在真的只收传输费而已哦，看超便宜，那么神经病。
还好，我们现在都是压缩解压缩之后，很快就把程式送出去用。所以说哈，真的收传输费，你要如何去下载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我们的主力心态，真的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 YT 的广告费用，广告费用就400多万哦，我们完全回馈给大家。所以我们电话号码记起来，02-2392-3988哈，打电话进来，来听楚哦。基本上呢，今天外资卖了7231口。我讲坦白的，外资昨天呢，好不容易很辛苦的期货做多，现货做多啊，今天马上被打脸了。今天一定 K 赌蓝。我跟你讲哦，今天现货可能卖300-400亿都有。好 ，K 赌蓝 ，K 赌蓝。昨天他好不容易做多，买在天花板，就今天马上被打脸，他一定很不爽啊。那今天外资卖了7231口哦，可是我很清楚跟你预告，我先讲清楚哦，明天开低哦。来，有一天哦，哎，什么时候？我预告什么开高，它会先走低，啊，走低之后为什么？礼拜二了，啊，为什么我们去做多？因为很简单，主力现在多。好，那再来一遍哦，明天哦开低哦，它会先往上拉，可是往上拉之后会不会这样咚，掉头再就杀下去？我讲坦白的，没有主力心态之前，我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，我只能跟你报告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你股票要稍微给我放慢一下，为什么？来看主哦，这个是我今天非凡新闻台盘中连线的解盘。那在里面呢，我也提到多方防守价落在196.59。好，我们先不看这个东西嘛，你又不做台积电，所以不用管这个东西。我请问各位哦，今天 OTC 指数的收盘跌破196.59，好，196.59，就像你记不记得，昨天很多人问我说长荣能不能买，我在这边我还问导播说，昨天长荣有没有收上空方的价？导播说没有，这是为什么？你看到长荣外资每天大买哦，他昨天好像买10000多张哦，今天一样跳水嘛，你收不上空方防守价，那是一点用都没有。那同样，当你跌破的业随多方的防守价，最好的状况就是上下震荡整理，他要整理。他要整理，他要量缩震荡整理，那是好事。老师能不能杀？基本上呢，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啊，你要他垂直杀，几率是不太可能。等于说呢，这边呢应该是上下震荡整理的一个所谓个股表现。可是上下震荡整理的个股表现，其实股票的差异很大。我再一遍哦，基本上呢，我在节目当中呢，我教过各位哈，我说很多东西啊，它不是基本面的业绩问题。就像很多人问我说，小师为什么今天2355的智邦突然打到跌停板？我讲坦白，你把我问倒了，因为我又没做那一只股票，所以说我没有研究股。我有研究它，可是我没有做那一只股票。很多东西它不是基本面的问题。我请问各位，今天智邦好不好？不要讲智邦了 ，ABF 的股票，不管包括3037星星、8046南电，难道他们七月份营收表现不好吗？七月份营收也是下下叫啊。那问题为什么今天的股价会打到跌停板？这不是基本面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定义上面的问题。首先第一个问题，我要告诉各位，我说空头格局只看压力，收盘大于压力转。为多头，多头格局只看支撑，支撑只要一跌破，它瞬间会转为空头。那这种压力跟支撑这一种观念，这一种课程，你不把它学起来，我都不知道。投资朋友，你们看节目看会抓的、哦。有人说我节目很难，那我先问你一件事情：我有没有预告？预告完之后有没有准？来看证据，看证据哦，看证据哦。三立新闻台哦，我里面提到26，至于大家心心念念的2633的台积电，还有2603长荣，空方防守价507，还有91点多少啊？随便啦，91.9啦，91元，就拍点拍点，507还91元，没有收上之前，向上空间都不大。什么时候新闻？前天谢文恩写的文章。3330台积电507，2603长荣91块钱，没有收上之前，往上的空间都不会大。这件事情，我请问各位，难道是我在这个文章写而已吗？台积电这一档股票，你要怎么样赚到台电价差？很多人被台电搞到人仰马翻，到现在已经里外不是人了。一下看到3奈米的利多，一下看到现在资本支出要调降，有啊。一下又看到今天台积电为什么大跌，到很多人还搞不清楚台积电大跌，资本支出调降吗？不是吧，那是因为美中的贸易冲突越来越激烈，美国限制 NVIDIA 还有 AMD，
A100 的晶片输往中国。那 A100 的晶片谁做的？三星吗？拍谁做没出来？ Intel 吗？更不用讲，连边都摸不到，台积电做的。那如果我晶片没有办法销往中国大陆，我的营收会锐减。我营收锐减啊，是谁帮我做的？台积电帮我做的。那这东西有没有真实反应？就像昨天很多人跑去追台积电，而且痛不欲生，不是看到红 K 棒就在追，好不好？昨天台积电有收上507吗？昨天台积电有收上507吗？我说现在不是基本面，基本面每天变来变去，你哪知道 美国商务部会针对 NVD 啊，还有 AMD 做限制？谁知道？没有人知道啊。等你知道的时候，你又输到脱裤子的，恭喜我的会员。我们台电呢，至少赚了158块钱哦，甚至之前呢，这不用讲了，这讲太多哈。来来，77卢沟桥事变，然后7月13号做多，然后做多之后反手放空，反手放空又赚了15块钱，然后呢，8月5号跟8月12号，然后跟你讲说会谈到这个目标价，谈到这个目标价，我总共赚了158块钱，然后之后跟你说预告收盘小于关键价，收盘小于 A 线，包括什么？我们看到这几月几号的？这几月几号的？8月22号的那一天哦，跟你预告台电。还有3037星星多方防守价分别落在507还有157，在你们的标题里面斩钉截铁写的这么样清楚。隔天跟你讲 ，Oh my God， 破507还有157，所以这两档股票今天一起挂，手牵手跳楼大拍卖，简单吧？简单吧？507讲多久了？507讲多久了？507讲多久了？所以说啊，你要做台积电的投资朋友，你要做 ABF， 你要做航运类股的，我奉劝你来找我，谢老师啊，我找你干嘛？我问你哦，台积电158块钱，如果你是买在600块钱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的，你早就已经完全解套了。难道台积电我不能放空吗？难道台积电我不能放空吗？不会的，我不会放空啦，因为这个月我不会放空，这个月我不会放空。好，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，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那老师，那不放空要做什么股票？基本上做股票它是有 mega， 它是有一个所谓的方法的，好不好？我请问大家，来，我剩8分钟，来，我讲快一点，来。神准，我赚了7只涨停板。从神准嘛，买完之后，你真的看到利多了啊！就当你看到利多之后，你一毛钱都赚不到。然后呢，台半我也跟你讲，我卖掉了，卖掉就卖掉，赚了2只涨停板。再从台半到什么85的鹏程，鹏程72.8，不是鹏程啊，跟我们第二次对机啊，对机要跨节跨线，不就弄灰机啊了？哦，这个是正机啊，正机那时候赚了1只涨停板。然后在鹏程139块钱买进，然后151块钱买进，然后167块钱买进，180块钱买。结果呢，都涨到193块钱呢，我的总获利已经高达131块钱。一档鹏程哦，一档鹏程，我赚了9只涨停板，因为我总共买了4次，我总共买4次，我不是像你的老师啦，行业内股看一直加吗？买加买加买加买买买到死光光了啦。你懂我意思吧？那我也跟你报告过了嘛。你上鹏程说今年会更好，要怎么样更好？很简单嘛，它车用整流二极体，它的出货是全世界第一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一再跟你强调，整流三雄台半鹏程还有3675德威，我只有做825的鹏程，这很简单的道理嘛。而且48V 的 MOSFET 的混合动力车还有 IGBT， 它现在比重很低， IGBT 比重只要拉起来，我请问各位，国际车厂是要给鹏程订单还是给台半订单？这是为什么今天台半跌到脱裤子的原因呢？ 台风概念股嘞，台风概念股嘞，台风概念股嘞，有跌吗？有跌吗？没跌嘛。台湾概念股中兴电我也赚了2只涨停板，再从中兴电到3163的波罗威我也赚了4只涨停板，所以包括6133的叶水金桥我赚了3只涨停板，再从金桥呢到什么5258的红宝，基本面不赘述了，因为我的绩效实在是太多了。我都有讲，我都没有盖牌哦，我都没有盖牌哦，然后也赚了2只的叶水涨停板，甚至包括1606的华星。华星，你看你们的 Telegram 跟你们预告，当时阅读的人数有1000多人啊，结果华星呢，今天有跌吗？你是开低走高吗？你喜欢做电池的，你总会做美琪吗？总会做康普，你要做就做华星好不好？这车用电池这么简单，老师什么华星做这样的？你去查一下基本面好不好？你华星是做 stainless 哦，来，
六一隐威哈，前一个预告哦，六一隐威哦，隐威哦，来，我念给你听哦，念给你听哦。9:40，昨天9:40的口讯，六一隐威利用吉拉，我们402到405，一口气卖出两笔，一口气卖出两笔，然后呢，波多威加码，哎，恭喜，我波多威没买到，昨天买不到，买不到，买不到，结果呢，你看到隐威，隐威往上拉，隐威往上拉，全部出掉。出两笔啦，出两笔，我还有0.25笔啦，我真的我都不会去诈骗的啦，因为隐威很难出啊，昨天刚好急啦，逮到机会，我有二点二啊，好复杂，我不管啦，反正昨天拉起来一次出两笔，一次出两笔，一次出两笔，出两笔，出两笔啊，出完之后见有没有跳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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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吗？所以说呢，这是再一次证明一件事情哦，就好像今天隐威也是啊，盘中在开低啪拉起来，为什么要用主力心态？我再讲一下哈。95%的时间，它就是一个方向。主力心态空，不是开高走低，就是开低走低，这样认同哦。你不可能，你做到逆势的股票，你不像我，我今天有2档逆势股票嘛，3档嘛，1档1513中兴电嘛，你也知道嘛，中兴今天没跌嘛，1605的华兴今天开低走高嘛，还有1档什么阳的，今天开低走高收最高。自己看，自己看，这是86亿附顶。所以说真的只收你们传输费，你们爽到了，真的只收你们传输费，电话号码赶快把它拨通023-9398。那你除了拥有大盘主力心态之外，我请问各位，来来来来，这8月24号一样在你们Telegram，你们Telegram，我说3037星星，我们在163.5，我们全部出场，获利赚卖出，星星赚最少赚4块钱，我只赚4块钱哦，4块钱。那问题为什么要出？你看当时阅读人数1300人嘛。因为很简单，麻烦看一下主力心态，主力心态全部都是个标准。昨天我既然有客人问我说要不要买星星，哎，问得很好哎，我做这段的，我做这样正好赚四块钱。那为什么要做？因为 OT 强势。那为什么要跑那么快？因为没办法，主力针对星星这张股票，它是放空，它不做多。所以现在台面上呢有很多的热水股票，我讲坦白的，包括航运类股都是一模一样。你自己看航运类股主力心态。人家主力从100，等于说那一段我做主力也跟我做上来，就在那个106块钱之后，主力现在由多转空2603哦，所以你问我要不要减持，我这算了，来，行业内股看图哦，这2603长荣嘛，昨天买了10000张，好棒棒，前天买了3775张，好厉害，这就不用我讲了哈，没有收上91块钱，它是没有机会的。所以说，现在我们的软体只收你传输费而已，真的是他妈的超级优惠的。甚至呢，我建议啦，你直接把我们的课程直接带回去，因为哈 ，yes， 三立新闻网叫我每天写，我说我有自己的生活，你知道吗？比跑通告好，没有通告，我现在是连跑都不跑，你知道？三立叫我跑通告，我说 no， 不是你跑通告，你要准备那一些跟你没有举例啊。可能要准备那一些跟你没有不太关系的东西啊，我花时间准备啊，写这个我想写什么我就写什么，我就直接写长荣跟台积电嘛，那5070跟91块啊就没有收上啊，所以说你要找行业，你要做行业股啊，你不找我啊，我跟你讲70块会来啊，你又不相信啊，70块不是我讲，是外资讲的嘛，人家623就讲了啊，只是623讲的时候，那时候他真的往下急杀，可是只是他70块要来之前，他有些这样子啊。啊，这样子要不要赚？啊，就你们反正摆在这里，然后这样子下来，你不带枪头来干嘛、啊？3只哈，来，我们直接讲来。然后长荣基本面走跌哈，基本面走跌。还甚至那时候很屌嘛，就跟你讲说预告我要放空。好像8月16号、17号的时候，我跟你讲说我要放空航运类股，可是我说我没有去放空，因为我做多6133金桥，我可以赚3只涨停板。我做多红宝，我可以赚2只涨停板；我做多华兴，我可以赚1只涨停板；我做多153中心店，我可以赚2只涨停板。我干嘛去放空？对不对？哎，放空你们干掉我嘛？你们干掉我嘛？可是我讲得很清楚哦，我说我放空你的股票哦，我放空你的股票哦。结果呢，就真的叭叭叭叭杀，8月10号再强调一遍，然后8月16号就跟你讲说没救了，还跟你讲没救，标题跟你讲没救，就新闻一直出来。好，然后这张股票，好，所以说行业类股啊，你不要在里面浪费你的钱呐、啊，你不要在里面浪费你的钱呐、啊，一点用处都没有了，一点用处都没有了。连人家宏远证券看空的理由啊，你又不承认啊？就说人家宏远证券跟你讲说明年 EPS 会少了将近40%，你又不相信啊？如果到时候跟那个呢，跟那叫什么3545蹲台一模一样怎么办？啊，股票从200多块钱一路暴跌下去，也是因为 EPS 减少40%啊？难道这种事情要发生吗？不要浪费时间了啦！这张股票预告哦，有预告哦，有预告哦，
有预告，这样 找不到、啊、找不到我也没办法，今天收最高，然后今天收最高，还有这张股票、哦、今天拉尾盘，平均成交量11000多张，一万一千多张，好好讲，然后跟你做提示啊，太阳能上游，哦，就太阳能上游，太阳能上游 ，EPS 8块到20块钱，本益比很低哦。那你想知道什么股票的，那 也打广告电话。广告没有电话了，直接打电话进来做免费询问。那当然，如果说呢，你想要去下载我们软体，因为我们老板呢现在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中秋节的优惠。那中秋节呢，指挥部会讲得很清楚，因为 BA.5 的关系呢，希望大家呢，如果说没有打疫苗、没有打满的话，请留在家里哦。如果感觉到任何不适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快筛，但不再退到。介绍泰博了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然后记得一定要做快筛啊。所以说呢，全方位筛选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 YouTube 的广告费用。中秋节方案老板给非常大优惠，真的只收你们传输费，要只要下载到你的手机或下载到你的电脑，可是只有十个名额，差一天差很多。我们电话码02-2392-3988，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真的。我们明天不见。